但是这个时候，我们下面来和一下三个队的。这种折法说这个轮子用不了，它是压不住的，我们取掉它。这是三折，我们不需要用。二折还是二分之一的位置，四折我们调到四分之一的位置，三折的时候不需要用这个挡纸小板，我们把它拆掉。这边是卖场。